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 C's class. <S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 C C 老师的课堂。今天呢，我们将开始学习第四单元，Unit Four. Where is my car? 首先呢，我们来学习第一课，Lesson One. 这一课的学习目标呢，是理解和掌握本课的主要句型 Where is my? It's on or in the 什么。 并能进行简单的对话。首先呢，我们要学习一个我们见过的词，它叫 where，where，where、well, well, well。那么 where、well、呢，意思是哪里，什么地方。我们想问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应该问 where、well、is 什么什么就可以了。Where is 这呢是一个句型。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学习几个啊，我们本节课会遇到的新单词。首先呢是这个汽车，那么汽车我们把它叫做 car，car，c 在这里发的是 k，k，可的音，car，car，汽车，car，car，汽车。Car, car, 汽车 接下来说的这个新单词呢，叫做 map, map。map map 是地图的意思，地图 map map 地图。这个单词呢是 des k, the, a, da, desk。的 a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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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课桌的意思就是我们小朋友呀，每天坐在学校里边上课的时候坐的那个课桌，它叫做 desk，desk，嗯，明天去上学呢，再坐到那个桌子上，就要会说 this is a desk，这是一张课桌啊，this is a desk，这是一张课桌，desk。 OK，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本课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小朋友呢，他们在这个课桌上玩一个游戏，玩什么游戏啊？Sarah 把他的眼睛蒙起来了，然后这个桌子上、桌子里面还有这个凳子上、椅子上呢，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橡皮擦呀、铅笔啦、car and book、notebook。 pencil box duck 等等等等。那么他们要玩的游戏呢，就是其中一个人会问 Sarah，Where is my car？我的汽车在哪里？然后 Sarah 就会问他，Is it in the desk？Sarah 就会猜他是不是在课桌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car 在不在课桌里面呀、啊？不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说 No。 OK，那么啊，就一直猜猜猜，一直猜到猜对了为止，就说 Yes，然后呢，再猜其他的东西。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几句话。首先，我的汽车在哪里？叫 Where is my car？Where is my car？Where is 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My car，我的汽车。Where is my car？ 我的汽车在哪里？Is it in the desk？它在你的课桌里面吗？Is it in the desk？它在你的课桌里面吗？然后男孩说，No，因为这个看呢是在课桌的上面。OK，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词叫 in，in in 呢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意思。比如说，这是一个盒子。 里面呢有一个小球，那么这就叫什么呢？叫做 in。in Is it in the desk？它在课桌里面吗？比如说，如果汽车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是 the car is in the desk 了啊，这就叫在课桌里面。但是如果它在课桌上面，就不能这样说了。 OK，那么教室的这一边，几个小朋友呢也在玩同样的游戏。我们看这个 Amy 呢，他的眼睛也被蒙起来了。然后 John 呢就问他，Where is my map？我的 map 在哪里？Map 呢是我们刚刚看过的新单词。Map 是什么意思呀？叫做地图，地图 map。Where is my map？ 我的地图在哪里？Where is my map？那么我们看一下 Amy 是怎样猜的呢？Is it on the desk？这里出现了一个 on，、哦、那么我们刚刚说过，一个盒子，如果一个球呢在盒子里面，我们把它叫做 in。 在什么什么里面，我们把它叫做 in。如果一个球不是放在里面，而是放在这里，放在它的上面，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 on，在什么什么上面的意思 on。那么呢，Is it on the desk？就是问是不是在课桌的上面。那么我们看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map，也就是地图，是不是在课桌上面呢？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 Amy 呢一猜就猜中了，于是呢，我们 Miss White 说了一句 Good guess，Good guess，OK，、okay, 猜猜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猜得好，猜的棒的意思啊。Guess 是什么呀？我们之前做过游戏叫 Guess，Guess，Guess，guess, guess, 就是猜一猜。OK，那么 Good guess，Good 是。 好的意思，所以 good guess 叫猜得好，猜得准，猜对了。OK，我们看，我们再读一下这两句话。Where is my map？Is it on the desk？Good guess。OK，你学会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游戏中我们遇到的这个新句型。首先，一个句型叫 Where is…… baba 那么啊，当我们找东西或者问别人“你知道东西在哪里吗？”我们常常用这个句型 Where is 什么什么？比如说，钢笔在哪里？怎么说呀？Where is the pen？苹果在哪里？怎么说呀？Where is the apple？ 哦，uh, 铅笔在哪里？Where is the pencil？文具盒在哪里？Where is the pencil box？汽车在哪里？Where is the car？哦、oh,，不管你想问什么东西在哪里，比如说尺子在哪里？Where is the ruler？橡皮擦在哪里？Where is the eraser？那么以后呢，你找不到东西或者想问别人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上这个英文表达 Where is？ Where、well, is？第二个重点句型呢，就是猜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课桌上呢？Is it on the desk？如果是呢，你就告诉他 yes；如果不是呢，你就说 no。比如说，猜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课桌里面？Is it in the desk？是呢，就回答 yes；不是呢，就回答 no。 OK，最后一个句型叫 Good Guess。如果同学们之间玩 Guess，也就是猜一猜的游戏，如果别人猜的好的话，你就应该说猜得好，Good Guess，Good Guess good。Guess. OK，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下，说一说。我们呢还是在这个地方和这些同学呢一起来玩一下这个游戏，也就是用这些句型，比如说 Where is。 比如说，Is it in? Is it on? Yes or no? 来啊、呃，玩一下这个猜东西在哪儿的游戏。首先呢，要请出我们今天和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的同学，他的名字叫做 Jessie。来，Jessie 和大家打个招呼。Hello。OK，那么 Jessie 呢？先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蒙好了吗？蒙好了 OK，那么我现在就来让你猜一猜东西在哪里。首先，Where is the pencil box？Is it on the desk？Is it on the desk？哦，oh, 我们的 pencil box 是不是 on the desk 呀？不是的，No。Is it in the desk？我们的 pencil box 是不是 in the desk 呀？ 是的，所以呢，他答对了。OK，Yes，Good、okay, guess。OK，那么我们再来猜一个，继续蒙好你的眼睛。嗯、um,，Where is the duck？Is it in the desk？Is it in the desk？我们看一下，duck，duck duck 是什么呀？鸭子，鸭子在不在课桌里面呀？不在，No。Is it on the desk？ 他猜完课桌里面就肯定是猜课桌上面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看一下，课桌上面有没有 duck 呀？也没有，duck 在哪儿呀？No。Is it on the chair？OK，、okay, 他终于猜到了啊，是不是 on the chair？Chair 呢是椅子的意思。 On the chair 呢是在椅子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坑呢就是在椅子上面。o k、okay, y e s you're right, Jesse. Good guess. o、okay, k 那我们到这边来继续猜一猜。Jesse 继续蒙好你的眼睛哦。Where is the pen? Is it on the chair? On the chair. 我们看到 chair 上面好像看不到什么东西哦。No. is it？ Is it on the desk? Yes, good guess. The pen is on the desk. 这个钢笔呢就是在课桌上面，猜对了，good guess. OK，接下来呢，同学们可以玩这么一个游戏，叫画一画，说一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景上呢有一个课桌，还有一个啊、呃、椅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一画，说一说，比如说。 我们画一个文具盒在桌子上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和朋友对话，比如说，Where is the pencil box？然后同学就会猜，Is it in the desk？No. Is it on the chair？No. Is it on the desk？Yes. Good guess. 那么再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画一个球，那么知道球的英语叫什么吗？叫 ball。 OK，我们画一个球在这里，然后你就可以问你的小伙伴，Where is the ball？如果他说，Is it on the desk？你应该说什么呢？No。Is it on the chair？No。Is it in the desk？Yes，Good guess。那么呢，希望同学们呢啊和你的小伙伴呢一起玩一下这个画一画、说一说的游戏，用哪些句型呀？ Where is the 吧吧吧，或者是 Is it on the? Is it in the? Yes, No, Good guess 等等等，用这几个句型呢进行画一画、说一说的游戏。OK，最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课堂小结，也就是看一下我们今天学了哪些内容呢？首先学的句型 Where is the？或者 Where is my？如果你是问你的东西，比如说。 我的笔在哪？Where is my pen？如果你只是问笔在哪，就用 Where is the pen？嗯，如果你问汽车在哪，Where is the car？如果你问我的汽车在哪，Where is my car？这是我们今天学的最重点的句型。Where is my？Where is the 什么东西？第二个句型呢，就是问那它是不是在这上面呢？ Is it on the desk? Is it in the desk? 可以回答就是 yes，或者 no，或者 good guess。OK，那么用到的几个新单词，首先第一个 desk，课桌 desk。第二个汽车 car car，汽车。第三个 map 地图地图 map。 然后学了两个表示方位的词，一个呢是在里面，叫做 in；一个呢在上面，叫做 on。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这一节课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请问你掌握了多少呢？课后呢一定要认真完成本课习题哦。那么到了这里呢，这一节课又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同学们，下一节课我们再见哦，Goodbye。